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入戏了，入戏！哎呀，入戏了，入戏了，入戏了！这好久没跳舞了，这个得有很强大的，就是 hold 住是吧 ？hold 住内心的那种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来之前没有想到是这样，以为是来是我来之前是想到有一些就是这样，但没想到会那么大，放这么大是吧？对。就跟我们有时候拍那个戏，拍戏就是绿背景嘛。他会做特效嘛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按深层演的话，那些特效什么动一下拧一下，你越小其实就越体现不出来，得放大就是这种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稍微夸张会有夸张的那个空间嘛，对，没错。其实跳舞应该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难事儿了吧？对，跳舞其实小的时候就学舞蹈的嘛，但是慢慢的就是很快的能够有舞蹈老师帮助一下，就很快的就进入状态了。而主要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非常的，就是可以让人有记忆点吧，为新时代点赞。